所以气质感觉很会弹钢琴，嗯，就是刚从加拿大的学回来。可是他，哎，他有口袋，有啊，怎么这么棒？他是两件一起的套装，是不是很认真的一件套装？而且这个紫色真的是美爆的紫色，很美。这个就是很薰衣草的那一种，你知道。去那边就是浪漫的花海之中，你就在那边漂泊、嗯。它其实呢，上面棉麻材质，但是是舒服的棉麻材质，也不会硬硬的棉麻材质。你看它近距离看，它其实是有一点直条纹，对。所以呢，它这个是浅色的，然后搭了这个薰衣草的这种，怎么那么美啊？这个紫色真的很棒哎、欸！这套口袋 ，Oh my god， 最近有口袋真的很优秀的一件。我觉得裙子只要做到有口袋，就是很优秀，你觉得吗？测试一下它能承受的压力。哦，上衣不会透，因为它也是棉麻材质，因为它就是有稍微的一点的那一种厚度，所以它就是不太会透。